星期天呢，然后我发现奥克兰这边星期天很多店铺都关门的，我越是星期天它越关门，真奇怪。你看我这个这边很多商场店铺都关门的，昨天在这个商场里买的衣服，今天过来都是关门的。这个、大商场，看这个、大商场里都是关门的，都是关门的。哇、哦，我这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这边就应该是大学城了吧。天空塔对面是，走对面去，走到天空塔去吧。悉尼这边就是这种车比较多，它不像自行车啊，悉尼这边就是骑这种车，共享的，它这个是共享车，共享车，像自行车的共享车。悉尼街头天空塔，准备去天空塔那边转一转。奥克兰都是这种车，都沿着这个街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哎呀，我又走到这条主路上了，就是。这种电车就节约资源，转回来离我住的酒店不远。天空塔，这里就是天空塔了。我以为是什么样子的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天空塔。塔那边走过来，然后呢，往这边走吧，往对面走一走，看一看。